来喽 ，OK OK， 现在要拍，你来读卡，生日卡。你要用麦克风那个的，这是我的。这是婉玉，还有立通写的。这个是立通写的。哦，客户机，我要用麦，完全没有关。啊，林雅说的。啊，用麦了，我老。等一下。我不管了哟。不然我怕人看不到。你要看到我吗？所以我拍一下我。Hello， 麦没有开是吗？它音量比较可以。开，你讲话。有料了，很大声了啦。可以来。这边这个是立通的。Girls 大姐，今天的你 officially joined the 最 discount 的。哎，不是我啊。这个是玩具 ，My God， 好痛！那几个其实写的，不是他讲立彤写的是你写的，我写的没那么长，我还一直跟接上来的。哦，对，我也是有诶，从这边接过来，是这边开始连台。好了，立彤这集有够少的，他这不知道是什么。诶，真的没想到我们的友情已有8年多了，这8年来我们之间经历了许多，虽然有欢笑与泪水，但我相信这也让我们。彼此更了解彼此，也更紧紧地绑在一起。完全没有哭啊！没有才。算了，团体六。哎，他不敢。一分半了。他听了他会想。今年5月，我们也一起实现了我们的台湾之毕业旅行。希望将来我们5人能一起去旅行。All right。祝今天生日的你能一直这么健康、顺利、快乐和幸福下去，希望刚刚开始起步的你也能好好的为事业冲刺，但愿我们的友谊能长久。大姐生日快乐哦！大姐 ，OK， 来，下一次到终于到立彤了是吗？立彤的 ，OK。我刚刚读的是我的。对哦。对。来，立彤的。你没有在听讲。对啊，大姐，生日快乐！哇哦，时间过得好快哦。哇哦。我们都快二开头了，瞬间觉得我们都长大了，大家都毕业了，该工作的也，就是这边也什么也上大学了。他 skip 掉了 ，skip 掉。学跟家是一起 combine 的 ，OK 加的。现在我只希望我们的情可以一直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两句都太夸张哎！没有自己把写的，他本来该工作的也要写上大学。我要帮你指他学姐错。我只是讲你们自己，你们的感情一直，只是上面的头是学的头哎，一直的直也是学错。是，哦对哦，你是这么好哦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立彤。呜呜，哎呦，立彤你的卡掉在地板呢 ，Oh my god，OK，OK 来，这个是我跟 Fin 的 ，OK， 哎呦，是地神，健康美，一看就懂事。OK， 我记得很美哦。我家里面是两面空的。哇，美哦，嗨。那边应该是 Fin 的，没有，这边才是我的。亲爱的你。那么快，又一年了。我看到你嫌弃了。可怕的是明年目标的标准，明年又 Olympic 了。太快了，时间太快了，我觉得。时间太快了。没有，我明年都讲。每次都觉得一转眼时间就一直跑。我们要告别小女生的时候了，很 sad 后。该长大了，我们要踏入成人和工作环境了，会遇到的人也会开始不一样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一直顺利，想好自己未来要什么，就要往目标冲刺了。现在开始做的任何决定，只希望你不要做出任何令自己后悔的决定。出社会工作以后，希望你事业顺利，和同事相处 OK。身体健康也可以，每天幸福快乐，也祝你感情可以一直甜甜蜜蜜下去，生日快乐哦！那一个，这个 ，OK， 一个字 ，OK， 那是我得了，要一个字，反正林小姐，
到你了哦，到你生日，真是好快，去年我们还在猜二十岁的我们到底会变成怎么样，是会在哪里做什么事，现在一眨眼就过了一年了，而我们两个居然变成了同事了，哈哈，就像身边说的，我们现在变成了离别小姐了，因为是同事，所以我可以完全的体会你在上班或是 on call时所遇到的压力了等等，当然呢绝对不是像其他人所想的只是帮人赚钱罢了，我们还有一堆有的没有的要做，就让我们一起加油吧，最后我们要对我要对说的是哦、oh, sorry 哦半夜三点写的enjoy the club 对说的是生日快乐，希望你在事业上可以顺利，我也相信你会快乐幸福到永远，哇、yeah. OK OK 来就是哎、欸、我那个我还是你要 end 吗 end 啊要不 end yeah thank you 噠噠